大虾最后一碗啊，想吃大虾的赶紧来我直播间，正在开直播，点不上进来，再不秒的话你们小王秒不了了，赶紧来我直播间备点年货吧，正在直播。今天晚上8点小老弟直播间等你们，各种海鲜不见不散，就缺你了啊。嗯，大米配大米啊。8点直播间等你，给个赞，么么哒。